能穿过了不？能穿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差不多了。你看你170斤，能紧紧不错了。那行吧，行吧。对呀、啊，穿什么没得？哎，老公，你看，你看人家穿的多好看啊！我穿肚子那么大、啊。没事，你看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干嘛？我不要。哎，美女，美女。哎呀，这个裙子啊，确实不太适合你，它比较显肚子。要不你试试裤子，现在天气冷了呀，裤子穿的比较多。老板娘，我都170呢，你这裤子看着这么小，能穿吗？穿进去不？这裤子呀，能穿到210斤的呢，你试试就知道。我再拿个衣服给你搭一下。那行吧。这个裤子怎么样？我老婆怎么这么显瘦啊？这裤子。哎，他这个裤子比那个裙子舒服多了，你看弹性这么大，一点都不勒。我肚子这么大，全都给遮起来了。哎呀，就应该这样穿嘛！你上次哪里看上去170嘞？是不是、哎？我知道了，我都说了我不适合穿裙子嘛。我这个裤子还蛮舒服的，那这么好的裤子，我们就多买两条回去嘛。快点快问老婆娘了，在家中买不贵，才79.9。这么便宜啊？那多买几条呗。